才刚整理好啊，你看，这个都是叫怪手做田埂啊，然后推土机推平啊，两块啊，那没得个做啦。这个只是冰山一角，还有多少我们不知道。那像这种的就是休耕的，啊，做一休一的，这个也是，啊。那你政府钱拨下来，你说撒田青，田青根本不长，你不如要求农民把田埂整理好一点嘛。休耕，另外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妈妈带着他们的孩子，还有主妇联盟来到现场。我们相信抗旱不等于休耕，我们应该在这种极端气候之下，合理的调配水资源，合理的研发耕作的项目。今天来到这里的，除了我们熟悉的老农之外，还有非常多是青年的农民。青年的农民在返乡的过程中，他们努力打拼，他们努力的去寻找适合台湾土地的轻型的机械。可是当这些年轻人好不容易在农乡站稳脚步的时候，一个旱灾，我们的中央政府就说，农民你们休耕吧。我们要的是永续才会来投入农业，你鼓励我们青年农民也要有个管道让我们去申诉，让我们去保障我们的生活空间，而不是这样子一个旱灾缺水怪罪于我们，没有给我们保障，也没有给我们申诉的空间，只是叫我们强制的休耕，也拜托政府给我们一个生活权、生存权。大家看这个案子是因为它是金丝地瓜，是我们这种出来，但是你如果好业人去那百货公司就有看，日本进口一斤299，一斤哦，大斤哦，是日本进口的金丝地瓜，但是咱台湾种的唔免，所以咱政府也甲咱台湾所有农产品、甲农地也毁掉。以后要食这个物件，什么人有什么？咱这百姓有什么人有钱，人去买这种物件？所以我希望政府要做什么代志，想较远的。水权正义，不容践踏，不容践踏。水权正义，农地并不等于耕地。现在农民耕田是很简单，只要电话拿起来，他们就可以耕田了。代耕业者、口头耕的业者，这都是专业的、职业的，我们所谓的农事服务业的人在从事这一个服务。他们是陈宝基、陈主委嘴巴里面那一句的实际耕作的人，他们是实际、实实际际有在田里面工作的。这一群人是浮在、隐藏在台面底下，是没有被重视的。而且到目前为止。连一个话、一句字都没有提到的。全民抗旱，不应休耕，不应休耕。全民抗旱，全民抗旱，不应休耕，不